那首先呢，我先谢谢我们工业局，我们台湾品牌耀飞计划办公室，我们周副院长还有周处长的邀请。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想参与，因为参与这个计划已经有大概从第一期到现在，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我想很多的朋友呢，大概也都是认识。那也谢谢各位今天线上的各位朋友来参与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品牌教练的短讲。那我想今天都是一些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牌管顾来跟大家分享。那因为今天是个短讲嘛，好，所以肯定大家要把握这个，好好把握这个机会这样。那贞观呢？因为我们已经成立大概15年的时间，那参与这个品牌台湾药飞计划呢，我想也帮助很多的这个企业呢，我想我们是一起共创，一起打磨，去找到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美，然后跟你的定位这样。那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台湾的品牌，我们可以走到国际上面，让世界能够看见台湾，好这样。那我想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不太一样，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就刚刚我们赤峰的这个 Richard 讲到嘛，好，就是说我觉得做品牌这件事情呢，目前如果你要定位做到品牌定位这件事情，他刚刚讲要洞察嘛，就是要了解消费者的这个洞察这个人心啊，这样，因为我觉得品牌定位现在已经不太一样了啊，跟过去在讲的什么 STP 啊、SWOT。已经真的不一样，我们真的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尤其特别是企业本身在做品牌这件事情啊，你要掌握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消费者每天所接受的这个资讯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什么？我想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关键时刻。因为你现在每天在刷脸书、看 YouTube，还有更多更多的这个讯息，你已经没有办法怎么样？你要在很快速的这个时间里面就要抓准，到底消费者是怎么样看到、听到，然后能够进入、能够点击、能够进店、走过、能够进店、能够点击进店，所以你要掌握这个关键时刻。那我想我们主要也在做这种洞察，就是在怎么去洞察、去掌握消费者所想的到底是什么，好，它的底层逻辑为何？这个就是。是这15年来我们一直在打磨，一直在共创，去找到关键时刻里面去洞察关键时刻跟落地关键时刻这样。那关键时刻这个逻辑呢，这个方法学呢，其实也不是我们贞观发明，事实上是来自我们这个北欧航空的，就是 John Cotton，他讲说他要如何能够每一位消费者里面，他分析了他们1000万个消费的客户里面，每一个客户里面在接触他们的同仁里面呢，每一次就是15秒钟的关键时刻，所以他如果能够把这个15秒钟的关键时刻把它做好，那他相信，那他的这个服务呢就可以做到最好，对吧？这个逻辑呢，事实上听起来呢是对的，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关键时刻呢，它的分钟数是很短的。那我也跟大家分享，因为我想大家现在我们在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大家都在做所谓的这个数位行销。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说呢，在 YouTube 上面，你现在的时间你只有几秒钟。你只有5秒钟，因为消费者会怎么样？等着略过广告，所以你更应该要掌握那个5秒钟，你到底想让消费者看到、听到、感受到什么，而进而愿意点击进店。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的方法学。那我相信呢，各位这个线上的各位朋友们吧，对吧？都一定要想说啊，你们讲的这么多的这个方法啊，这到底有没有效呢？哈，那我简单举一个，就是我们帮助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中华航空，就是透过这个掌握关键时刻这样的一个洞察，以至于到后面的这个落地的部分呢，帮助华航它的净利增长了100亿这样。好，那后面的部分呢，我们透过了这个洞察，到后面才找这个，就是透过林怀民老师来做这个代言的这样的一个广告啊，来呈现这个华航不一样了。那借这个机会跟让人大家生来看一下这一段影就片。是一次次的出走、回家、出走、再回家。许多人以为飞行只是飞行，华航把飞行变成了一种生活的艺术，坐着、躺着都很自在。我在空中找到了一个可以思考，也可以轻松休息的地方。华航不一样了。那因为
今天时间很有限嘛，所以我只让大家先看这个结果。而这个结果的由来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我建议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线上各位朋友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这个300减10等于290，数字都看得懂，对吧？那我建议就是说，你可以在你心目中里面想一想，这个数字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300减10等于290，290代表什么意思呢？好，通常有时候如果你是老板的话，老板会觉得说怎么样，就是找到300减10件事，那就290件事情要做，对吧？我告诉你，其实是怎么样呢？其实是只做那10个最重要的关键时刻，把它做到变成峰值，让客户能够感受到，而290个事不要再花大钱做了。这个就是战略的思维。什么叫战略的思维呢？所以你要去洞察跟了解，就是说你最重要的是要做哪几件事最有效。为什么？因为我们企业里面的资源很有限，我们的人、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预算都非常有限，所以你更应该要找到消费者最在乎最重要的那几件事，把它做好。还有做什么是没有用的，那更重要，要怎么样？不要再花大钱去做那些事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么多年在帮助客户做品牌的定位啊，或这些事情，我觉得通常有时候企业在做选择做什么事的时候啊，通常会做错或不好的原因是，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因为选错了，好，选事情选错了，或这个做错了，这是最重要。另外这一张我觉得呢，大家可以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也可以截图。这张是很重要的战略思考，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黄色的部分代表左边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消费者最重要最重要的关键时刻，但他却最不满意。好，那右边呢是怎样？他觉得不重要，但我们企业却怎么样做得最好。那我跟大家讲，如果今天客户最重要的，他所最在乎的，而他最不满意，那我们如果再不改，那我觉得我建议我们可以回家可能睡饱一点啊，身体健康可能比较重要这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最重要，我们在讲企业要做很多的事，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资源要能够聚焦。那所以呢，在品牌关键时刻，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呢，所以我们要科学创业才会少走这个弯路，这关键时刻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很重要的战略思维是什么？是你要洞察。我们都知道做品牌，或者说你要找到什么，你要找到消费者，对吧？所以简单来讲，白话讲就是你要找到你的 TA。 那你这个 TA 呢，你就要找对人啊。你找对人之后呢，你要做对事，然后你要跟他讲对话，好，最后你再透过这个体验设计呢，才能够把你的品牌的灵魂呢，把它做到魂体合一这样。那所以我们这么些年来，十几年来，我们不断的在打磨，那也把整个我们在关键时刻的洞察的一个方法学呢，把它变成了一张这个知识地图。好，这样。那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呢，我在想，如果大家觉得这张知识地图呢，你想要得到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这个细节啊，整个20个模型的一个方法学，可以帮助你从洞察到体验设计的这个落地。那我们同时也把这个出了一本就是峰值体验的书。如果你想要得到这张地图呢，你有两个方法：一就是去买这本书；二你找到我的 email， 我可以把这个资料呢寄给你。这样，所以主要呢想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呢。我们发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如果你今天在线上听的各位，你是老板的话呢，千万一定要记得，就是说不是什么事都要做啊。特别是呢，听到说啊，这个谁说要做什么，那我们就做什么，然后跟风啊去做什么事。其实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整体服务的提升，因为你做这样是没有效的，而是更应该专注于说，去找到消费者最在乎的那几个点上面怎么样，把它做到极致，全力以赴，让他对你这个品牌难以忘怀。所以你要掌握几个呢？就是我们的黄金3个时刻，就是消费者在接触你这个品牌的最初，或是最高，或是最终，让他在这个3个黄金时刻里面呢，留下对你的一个印象。那我们这个逻辑呢，是来自于哪里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整个所有的这些大师的方法学都把它统整起来啊，在我们的这个方法学的这个品牌轮里面，这里面有包含所谓的定位的专家，还有现代的行为经济学家，还有行
行为的经济学家跟所谓的历史学家跟心理学家，所以我们统合了 STP 啊，到所谓的心理学还有行为经济学等等的这些的一个原理，把它变成我们的一个方法学。那当然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去把它做一个落地。那这个是我们丹尼尔卡尼曼老师呢，他在2021年出的这个 Noise 杂讯这本书，他有讲到，因为你要记得消费者现在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非常少的。好，在很短的时间就要你要抓住他的对你的这个注意力，这样。所以你如果想要让一个人做出对你有利的决定，也就是说他，你希望他能够在看到你的影片或是在路过你的这个门店，你希望能够快速的点击进店或是进你的店，你要研究他在什么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啊。那这里面就统合了这所谓的行为的这个经济学，大众我们丹尼尔卡梅老师讲的就系统一跟所谓的系统二啊，这个逻辑。所以人啊，我们如果今天你要经营品牌，你在讲这个人的这个部分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它就有什么，我们人的脑就有左右脑，大家知道吧，就是所谓的系统一跟系统二啊，这样。所以系统一呢，我们当时来讲的就是五感，对吧？你是让他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还是嘴巴吃到，还是手摸到？所以让他怎么样感受到？还有另外就是说呢，人这个我们另外就我们会去判断，判断就是说，哎，你今天出门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打开你的 Google， 对吧？看 Google 带你怎么走。你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要想吃什么，一定怎样 Google， 对吧？万事问什么？问 Google 这样。所以人呢，在判断，现在目前我们在判断很多的事情都凭什么？有时候是靠直觉在思考。还有另外就是说，你有可能认为说，哎，我都是凭 Google 在弄啊。你以为其实事实上那些美食不是有很多那个什么，很多小编吗？很多人在编这个，在做这种就是这个线上的这个操作。所以我们人的这个思维跟底的这个逻辑已经来到什么？你以为你用系统二理性大数据的判断，但其实你也是怎样？眼睛看到他说是怎么样，五星点评你也就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讲人的这个行为啊，思考了这个底层的这个逻辑。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底这个人或者我们的消费者他到底是怎么在想的。好，你要了解他，你要解码他的这个思维，你才能够去怎么样，你要洞察到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哦，你看到什么或你听到什么，你就会怎么样，会采取下一个动作，才去怎么样，才去做后面的这个体验设计，才能够真正落实你的品牌的定位啊，这样。那另外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呢，这我们这个理查塞勒老师呢，跟我们丹尼尔卡尼曼老师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学家的得奖者。好，这个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奖项，他讲的这个话呢，啊，老师讲的话我们要听啊，对吧？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是什么？人的理性是有什么？是有限度的。好，这个老师的这个书上都有，那今天时间也不够，所以没办法跟大家分享说，所以他就讲就是说禀赋效应这件事情啊，就是说人他会对于你自己所拥有的这个东西，他会怎么样？他会认为这个东西超过我自己所认定的这个价值，这样。所以你希望人在做什么事，那你就要把那件事变得怎样？变得简单，并移除那个障碍，他就会怎么样？容易怎么样？容易进店，好，这样。所以后面我们在讲说的，你要透过体验，因为人要形成这个认知啊，你要让他能够感受到你这个品牌，你要透过什么？你要透过体验设计，让他认知跟认识你这个品牌，这样。所以你要让他觉得说，他以为他在用系统二，其实他是用系统一。那他真的在用大数据的时候，他用系统二啊的时候啊，其实那是什么？大数据演算的结果。我想因为现在是在讲数位行销的一个时代嘛，哈，所有的那些什么就数位上面来讲的话，现在包含有 AI 哦，最快的这种 MarTech 或是 OMO 在讲的一些逻辑，都是用大数据在什么计算你，在判断你的这个人的这个标签，然后最后大数据推给你说，哎，我告诉你现在需要看这个，或是你需要什么，这样。所以你以为你在用系统二，但其实是大数据演算的结果。好，这是一个。所以当我们知道人的这个底层逻辑之后啊，就要结合什么心理学，对吧？所以就要了解说消费者的心理学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把马斯洛
的这个心理学的需求呢，人在决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有想要满足他心里面什么样的需求。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理论的部分把它结合起来。那另外就是你要统整起来，就是你要去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身份，那他就有所谓的什么标签，他告诉人家说我是谁，好这样。那因为啊，所以人活着早就不是为了吃而已，对吧？心理需求成就了这个花花世界，这样。还有另外，就是你去想想看，所有的奢侈品的这个使用者都是传播者，为什么呢？你看看，如果今天你买一个这种就是这个爱马仕的包，事实上你也某种程度在告诉人家什么？告诉人家我是谁，对吧？还有另外，就是同样的朋友都会看到说，哦，你原来你背这个包，所以呢，其实事实上怎么善用你的客户从推荐把你变成是个进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逻辑讲。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MOT 品牌轮的一个方法学，找到你的目标的客户，找对人，做对，在关键时刻里面做对事，然后呢讲对话，进入他的心智，让他感受到你的品牌。所以洞察我们要去想的是什么呢？所以你品牌到底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想要侧重解决什么问题。那我们又把这个品牌用这个四个象限来解释呢，就是你到底是遇到什么样的，是客户不知道你不买你呢，还是客户知道你不买你，这个就进店、转化、复购跟推荐这样。好，那这一章呢，就是整个品牌轮的这个方法学里面，帮助大家来侧重。如果你想要增加是你的新客，所以你想要增量的话，你就要侧重在进店跟转化。如果你希望在你旧有的客户里面增加你的品牌增长，那你就要侧重在你的复购啊跟推荐。这样好，这是一个方法学。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你的品牌到底你现在想要侧重在哪边？是进店转化呢，还是复购跟推荐？就是客户到底是知道你不买你，还是不知道你不买你，还是买了你不再买，还是买了你不会推荐呢？好，这样。所以洞察呢，我们就要找对人。怎么找人呢？怎么找对？你就要问三种人。那我觉得，如果你的品牌你发现爱你的客户不是你的最爱，那我跟你讲，你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你可能就是你的品牌你已经老化，因为曾经爱你的人那些都已经什么？已经是阿姨或是妈妈。你想要这样，你想要让你的年轻的客群能够爱你，所以你现在如果遇到说爱你的不是你的最爱，通常有时候你是怎样？就是你怎么你要去知道说，那到底为什么客户要爱你，为什么不爱你？所以洞察里面有几个主体，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先问的是谁，你要问的是你自己，另外呢就是你的消费者跟你的竞争对手，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到底美在哪里，这样。所以三种客户你要去了解，就是爱你的、不爱你的跟爱过你的。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品牌定位或是我们这个洞察把它用得很白话，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很理解嘛，就是爱你的就是你的就是会他真金白银买你产品的人，那不爱你就是那为什么不爱你？他为什么爱的竞争对手呢？那到底原因到底是为什么？还有就是爱过你的，为什么买过一次就不再买了呢？所以接下来你就要问啊，你要问什么？怎么问啊？就是你在进店、转化、复购跟推荐，你要问这个28个洞察点，好这样。所以什么样的怎么去问？那这个问题也在这边，那大家也可以截这张图。好，那另外接下来就要讲对话。讲什么话呢？你的美不是你自己说美，是客户说你美，那你就真的很美了，这样。好，所以你要去做叫竞争分析，找到你自己最美的地方，然后跟竞争对手所做的好的地方。所以怎么让客户在进店、转化、复购跟推荐秒懂你的美，然后我要的不一样，这样。所以你一定要用不同的视角跟来看，就是说你自己到底美在哪里，然后客户看我们又是怎么美，然后跟竞争对手又是怎么看，所以我们到底是美在哪边，这样。我想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说，你可能真的很美，但你看自己的这个视角不对，所以呢不要用自己的角度去想客户。因为如果你都以自己的角度去想，觉得你的产品很棒，那很抱歉，你做出来的东西你就只能卖给你自己，这样。所以你要担心说呢，爱你的人明天还会爱你吗？还有你要正视的是，爱过你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呢？也就是买过一次就不再买的。那你要害怕的是，不爱你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呢？那你很想知道不爱你的人到底为什么不爱，对吧？所以你另外你根本不知道是爱过你的人为什么会离开。那你很烦的是，害你的人其实不是你的最爱。所以洞察不是只是找到你的 TA 是谁，而是你要做什么事让他能够爱上你。而 MOT 呢，就是要找到做什么事，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认知，所以消费者对你的认知大于事实，你要透过体验才能够建立这个
个认知，他要认知才会产生行为，行为才会创造这个价值。所以洞察的目的呢，是要拉起你的消费者的认知的差异，跟你团队之间大家对品牌认知上面的差异。所以你要先攻占他的心智，你要抢占他的新战率，最后你才能得到市占率。这样，因为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好，所以体验设计两件事：一，你所做的任何事一定要进入消费者的心智，他才会产生行为，不是只是哇哇哇，那是没有用的。好，这样，所以怎么建立消费者的认知呢？就是你要透过体验设计的方式呢，把他心里面所想的呢，把它放进他的心里面，他才会形成你的认知。那我觉得这么多年呢，我觉得经营品牌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连，就是你的 TA 跟你的讯息跟你的关键时刻没有办法连起来，这样，所以以自己品牌定位没有办法落地，这样。所以建立品牌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魂体合一。所以你要灵魂追问。第一个，你找到你的美了吗？另外，你的三个黄金时刻你抓住了吗？你放大你的美了吗？还有，你的美可以复制吗？能你每一次消费者都觉得说，哎，我觉得我跟你这个品牌的连结，我觉得值了，有吗？好，你要灵魂追问。然后你的美如果可以放大变得更美，那消费者他愿意加钱支付更高的价格买你的品牌吗？所以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你一定要用不同的视角跟问题来看这个世界，你才能找到新的洞察。然后透过这个体验设计呢，你才能做到那一群的生意。所以厉害的体验设计呢，你不用讲，好，让客户自己讲，让推荐者变成什么？带你进店，这样。所以体验设计呢，就是导一场，让他爱上你的戏，所以你卖的不是咖啡。不断的反复的运算呢，这个速度呢才是最终的这个答案。那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呢，管理者就是要把事情做对，领导者只要做对的事，决策没有标准的答案。如果您是身为领导者的你，重要的是要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样。所以找到你的关键时刻，决定要做什么事，再去做体验设计，让你的品牌能够增长。好，以上简短的一个分享。那谢谢大家，谢谢。品牌台湾，绽放全球。